这两天孩子他爸的呼噜声怎么越来越大了？你这两天呼噜声怎么那么大？频率还不停的换。秋天了，鼻炎又犯了。给我换个枕套吧，上面肯定有螨虫。不早说。啊，这是雷十二，特地给你准备的。好舒服呀，十六姐对我真好。哼，还特意准备的，我都没这个待遇。今天中秋节。妈妈也特意给你准备了你爱吃的蛋黄月饼。谢谢妈妈，我就知道妈妈在。